BBB Super Channel。BBB Super Channel。当你看到背后的港口，如果运气好，也可以看过慢慢走过的巨轮。当你看到我坐在这个全省独一无二的三轮车上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这是哪里吧？你猜对了，1998年9月17号的正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旗津的渡船口。我想旗津大概是全台湾里面少数拥有一种交通工具特色的地方吧，渡轮、三轮车、港口。好像是旗津的一个标记，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只隔着一个浅浅的海，旗津自有它的历史或者一种生活的风味，跟高雄比起来，它有一种出奇的宁静，或者类似一种紧邻的城市，有城市的方便，但是却有一种自在跟悠闲。而此刻，当我坐在三轮车上的时候，我们想利用这种机会来怀念一位我们曾经报道过的金花阿嬷。去年的3月，我们曾经在旗津看着她踩三轮车走过旗津的街道，而在这之前，她已经踩了无数个日子的三轮车。她的讲法是，她把旗津从十字路踩成柏油路，从4米的道路踩成12米的道路，而就像这个节目当初想要做的某些意念吧，想保留住台湾的某些东西，没想到金花奶奶却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过世了。而今天当我们到旗津来唱的时候，当然她不在了，而三轮车的权利也卖出去了，只是今天很不幸的、很不巧的，我没有找到那部三轮车。不过当我们这样绕过旗津的街道的时候，我想我们所看的街道大概跟金花奶奶最后所看到的街道是一样吧，虽然在未来它会怎么改变我们都不知道，就像金花奶奶从来没有想到当年她辛辛苦苦踩着她养大小孩的这条街道会从十字路变成柏油路，从4米变成15米。台湾天天都在改变，只是迄今唯一不变的大概是不管如何它都会比高雄来得悠闲自在吧。由于花园村有一条依然保有自然原貌的花园溪，所以他们最先成立的是河川保育组。莱萨说，虽然成果还看不到，不过目前可以看到的成果是至少大家都有一件事情可以忙，生活有一个小小的目标以后，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天天醉茫茫。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
旗津的三轮车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观光的，怎么讲，工具吧，或是很多都市在一些乡土文化的一种焦点的集中的地方。可是如果像我们这些活过四五十年代的人士呢，三轮车在某个年代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或许现在年轻朋友不知道三轮车就是啊以前的计程车就对了。不过前程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旗津那边有，所以在旗津的三轮车事实上不但是扮演一个交通工具，是曾经里面有一两位三轮车夫，我们在许多电影里面看到，因为他们在扮演属于台湾的一些早期的一些乡土戏剧的时候，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因为没有人会骑，而且他必须要跟着他的车子到表演现场去。讲这么长，其实在想说，一个属于已经慢慢被淘汰的交通工具，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他可能用另外一个角度，延续他的生命，或是展现他的资材。交通工具如此，事实上，某些村庄或是台湾的某些地方也是这样。这回我们要去看的又是一个属于比较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是一个泰雅族跟客家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大部分的族人通常以前是在城市工作，或者做的是一个出卖劳力的工作。几年后，他们发觉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村庄，重建自己的村子的生命，也就是说，必须在村子里面寻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种经济资源。讲来，其实又有一种悲凉吧。几乎所有偏远村镇或是在高山的山间的一些村落，每个人所能找到一种所谓的新的经济资源，通常是开发一种观光资源。你问他为什么，他们就讲说，因为周休二日。周休二日跟观光两这几个字，好像变成现在许多地方一种共同语言。可是不管怎样，他们真的很努力做了，几乎是全民，我的意思是全村子里面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希望利用村子现在的自然资源，或者本来的一些生活资源，来做一种吸引外地来这边玩的一种怎么讲媒介，而且希望从中间获取他们的一种新的生活资源。对某些人来看，大概好像觉得有一点点缺乏适当的规划，但当我们进去到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发现那些人事实上有我们很久没有见的一种热忱或者合作精神。跳开另外的角度，他们的乐观或者对他们那种面对一种新时代的一种改变的勇气，这一点好像离我们蛮远的。我们去看看七贤族的花园村，请记得这名字非常非常好听，它就叫花园村。也许有一天你真的可以去那边看看，看看那群人怎么样的努力，而努力的所有目的是希望你能去那边看看。我们先去看。不管你觉得像不像，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花园村。它的位置在新竹县五峰乡。1998年9月初，我们来到这里，看着一个山地的村落，用最乐观的心情，最直觉的方法，企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未来。有一只头脖子没有毛，没有毛，那是珍珠鸡。啊，这是珍珠鸡。来啊，就这个，现在这个肉就是很好吃哦，这个肉这肉真的很好吃哦。嗯，卖得好吗？鸡啊，普通普通、啊，普通可以。不是说过的很好，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不过我还去向我女儿来给我资助呢，不然怎么办？不然这个我的鸡钱不交不交？爸来给，爸这是真的，这不是跟你开玩笑，是真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一直在山上工作嘛，没有在外面工作。如果说有人在工作的话，我们就不会怕说有后盾来给我们帮忙一下这样。雅务是花园村的回流人口之一，也是返乡创业的典型。他说，年轻的时候为孩子拼学费，到外面做工，现在回到山上重新学习。他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山上养一大群鸡，于是一样画葫芦，没想到第一批就死了2000多只。他无奈地说，尽管赔本，还是要继续试，
因为既然回来了，就只能靠这块地，靠自己。因为受到外籍劳工的冲击，那过去从事在都市里面的这些比较劳力的这些工作，像板模、鹰架，还有采矿的，还有远洋的、铁工的，这些过去都是原住民所做的。当时外来还没有引进的时候，他们生活过得蛮好的，他们可以自己做的水泥的房子，他们可以贷款，他们可以买很好的车子，可以买大的冰箱，可以买大的沙发椅，坐在沙发上面看不到人那种沙发，他可以享受这样的物质。但是呢，外来引进了以后呢，你看现在原住民的这个社会里面，他的部落里面呢，你去看看他的部落，都是米酒。你进到门口里面，不是看到米酒的话，就不是稻香，不是稻香的威士忌。这个是代表一个台湾的原住民的社会里面已经糜烂到，已经迷失到自己的一个自己家庭就已经几乎都要崩溃了，要瓦解了。那你看我们这些原住民的人有没有？你在沙滩要做什么工作？我们又没有 7-Eleven， 我们又没有麦当劳，我们又没有什么，我们又不摆地摊。好，你唯一就是靠山吃山，所以我特别提出了这个富丽农村的这个政策。巴彦达路立伟讲的是自己感同身受的事，他年轻的时候就到城市讨生活，做过一头拉骨的事情，也遇过许多会让自己心痛的事实，比如摆地摊老是被吼说还啊照，于是位置就被占了，做工的时候工地发了便当就只有他没有卤蛋，现在在平地工作机会更少了，于是他要大家干脆回来重建自己的部落，让村子里的年轻人有一个未来可以期待。部落里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们从村落中现有的资源开始。由于花园村有一条依然保有自然原貌的花园溪，所以他们最先成立的是河川保育组。他们说这条溪原本有好多苦花，只不过以前不重视，所以鱼比以前少了很多，也小了很多，而现在可要开始保护了。翻刀嘛哈，他放在身上，表示说他一方面也有吓阻的那个嘛感觉嘛哈。那人家外地人一看呢，就是翻刀那个表示他们的族人呢哈，认为他们是这个族人呢，就尊敬三分。不好惹的。然后再跟他们讲说，好好的跟他们劝说。啊，这我们在保育，请您跟我合作，跟我们合作。那以后开放的时候，你们再来钓，再来捞，这样。有人被你们吓到过吗？没有啦，不成了，他们还吓我们呢，有的还来恰龙恰凤的一大堆呢。上次有6个还是几个都是赤龙的，有那个什么蟑螂的也有啦，还有那个什么蜥蜴的也有啊，那个都有，各式各样都有。乌贼这边啊，青蛙、蜗牛这边哇，很多了。没有那个现场表演。距离要5-3。好，出发。莱萨说，他们曾经组队到阿里山的三美村去观摩。因为现在的三美村，不管是学生的学费，或者是村子里其他建设的经费，都靠着达纳伊谷，还有达纳伊谷里面保育成功的高山固鱼这些观光资源。莱萨说，河川保育队7月1日才成立，虽然成果还看不到，不过目前可以看到的成果是，至少大家都有一件事情可以忙，生活有了一个小小的目标以后，自己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天天醉茫茫，不知道明天在哪里。那个人家哈，人家就是会拿来用这个来装鱼的，他们那个放网以后来射鱼或是来电鱼的，鱼都装在这边，所以这个也给它烧掉。要给它消灭，消灭。哦，这要不得了，他们就放藏在这边来。你每次都有收获吗？被我们发现了，还有那个网啊，被海鸥发现了。
河川开始保育了，环境保育组也开始着手美化环境。村民们还想说，五峰乡交通这么不方便，万一游客来玩没有住的地方会很不方便，于是民宿组也跟着成立。其实我真的没有念过书，然后我们家里已经是四十多年的那个房子了嘛，所以我说，我又没有钱来整修这个房子啊，我又很舍不得去毁坏我们祖产的东西，然后我就说，再坏我们要用我们，我就一直在想办法，我说能够把那么破旧的房子来给它弄整修一下。出来装饰，但是啊，不小心给我看到了，就是没有工具啊。我们哪里有工具？我是用那个呢，我们的菜刀弄的。彭妈妈说，孩子都到外面工作去了，房子空了太久会变成鬼屋，所以最近才裁员回来的彭妈妈，干脆把自己的家重新粉刷整理。先求干净舒爽，接着才开始细心打理细节。除了窗帘跟床单全部换新之外，还跟彭爸爸一起做庭园造景。两个人突发奇想的用保利龙的碗装饰围墙，他们很开心的说，这是 DIY 的花洞雕梁。不过光这样好像不够，有硬体不能没有软体。彭妈妈怕来山上玩的平地人吃不惯泰雅族传统的料理，所以向执训局争取，希望能考取厨师执照。她同样说，不管以后怎么样，至少自己也多学了一技之长，未来有个保障。所以每个傍晚，当孩子们放学回来之后，就轮到这群老学生到新竹快快乐乐的上夜校去了。好，我先讲一下，第一点，我每一次上课一定要准时到。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每一次你来，我都要点名，才知道你的出席率有多好。好，然后第三点，刚才我没有规定到。我们第三个，我们每一次上下课要依照我们学校学生的规定，你要跟老师喊起立跟敬礼。第四个就是每一次来，我们都会有一场考试哈。下个礼拜二来还没有考试，所以你不用考虑不要来哈。所以下礼拜二我会先有人告诉我说他读五十题压力很大，我们先读五十题看一看，假如你真的压力很大，我会把题目做调整，好不好？那每一次六点到六点半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做一点点考试哈。才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就定出一大堆规则要大家遵守，把这些妈妈们吓傻了眼。而且要在三个月之内学会84道菜，不仅如此，小考大考一样照规，严厉的就像学生的补习班。彭妈妈笑着说，要不是我们刚好来拍片，大家顾面子，不然一定一大堆人绕跑。不过执训局为了鼓励他们，在受训的三个月内，一个月补助10000块的生活费。如果考上丙级执照，有20000块的奖金；乙级是50000，甲级有10000。就算甲乙丙都共估也没关系，只要上课全勤，一样有奖励。有这么强烈的诱因，其实我们知道，就算我们没有去拍片，他们一样会坚持。毕竟，那是他们主动争取来的一个新的生活的契机。出去，你小小过那么的，你这啊，那么我们去他给你这个一年当中你要做的
而晚上的村子里面也没有闲着，文史组利用大家下班回家的时间，聚集在村长家开说明会，希望借着长辈口述的方法，把自己知道的村落跟族群的历史跟大家分享，并且记录下来，作为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你们把我们冷落了，我们年轻人什么都不懂，我只能说我们会哭啊，很悲伤，因为我们是口传嘛，没有文字，没有文化嘛，你们不教我们，我们也不会，我们会一直可怜到一辈子，到永远，变成平埔族一样，变成汉化，你们不相信，100年以后，没有泰雅族了，变成一样汉化了，你们肯定不相信我这句话。到现在我母语不大会讲，我35岁，我现在35岁哦，以前我大哥35岁，山地话一流的，好了，米格什么30岁，我大哥米格30岁很屌了，母语就很会讲了，我现在35岁，我还要唱国语了，还要唱台语了，还要唱客家话了，也不能怪你们老人啦，我们自己也是不好。虽然只是说明会，没想到就引来这么一段真情流露的情绪。虽然语气中有怨叹，有不满，但我们听得出来，那是一种长久以来压抑在心里的郁闷。郁闷是因为在意，在意于是就有动力。一如河川保育组、民宿组，一如大坝妇女联盟，有动力，不管未来如何，此刻至少就有改变的可能。有人遗忘历史，却也有人把自己的历史随身携带。当我们跟着达利拜访维奈亚基的时候，他很高兴地掏出随身携带的头饰、首饰，以及有原住民风味的上衣。他说：“给你们看，我最好看的都给你们看。”他说的仿佛是全村落的人此刻的心情。台湾念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1998年9月4日，文史组说明会结束的第二天，我们跟着曾经担任南岛时报记者的达利去寻访老人家，去听他们所记得的历史。该时节吼，有几多人，还是后来吼，原本记得是朝天嘞，该历史吼，跳过吼是原本来该跳过。跳外来长假时该开钱啦。那边啥？啊，那边啥长久地啊？哦，长久地啊。跳外人跳不完苦，哦，来开钱种番薯种啊，该跳东西哈，古早该跳。吃的东西啊，哈，番薯啦，对吧？该跳过。
该挑狗。几个老人问过，一个梅后曼的起源还是唔知影。其实我们也知道，一个花园村的百年史要仔细地弄清楚并不容易。百年的村落，最老的老人也只不过七八十岁，再怎么问，至少也有二三十年的空白。借着片段的记忆，勉强拼凑出来的历史显示，日据时代为了治理方便，日本人强行将不同部落的泰雅人集中迁居在这里，加上外头客家人移入，于是就有梅后曼这个称呼，意思是很多部落、很多支派聚集之地。而现在可以看到的证据之一是，小小的一个村落竟然有六个不同的教会组织。至于花园村，这后来才改的名字，根据乡公所的资料说，这个地方以前长满通草，客家人称这片通草为花草原，花园是这样演化来的。不过有人遗忘历史，却也有人把自己的历史随身携带。当我们跟着达利拜访维奈亚基的时候，他很高兴地掏出随身携带的这一辈子所拍过的所有照片给我们看。老哥哥，大哥，你是谁？你看，我那阿忠过来比武，你要干什么呗？我不生气的。紧接着翻出来的是头饰、首饰，以及有原住民风味的上衣。他说：“给你们看，我最好看的都给你们看。”他说的仿佛是全村落的人此刻的心情。他说过去那个动作他都做从头做一遍嘛，然后说现在的话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他说你们的不太好，我的比较好。亚基以前很会织布，他说他织布的工具全部被格勒里台风吹去了，要是工具还在，他还是会一直织下去。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年轻啊，后来脚过来的时候，有去形容了哈。后来日本人来的时候，大明说不要做这种的布，因为很吵人家了，因为有声音嘛，这个有声音，还很吵。后来我们没有做了。到现在哈，有开始在弄了，那交给我的媳妇缝做那个包包，那些什么东西会有一点零用钱。维奈亚基不织布了，而达利的妈妈却在儿子说，无论如何要找回传统工艺的鼓励下，重拾就业。亚基说，现在孩子们做富丽农村的计划刚起步，自己有岁数了，没想到还能拿早以为用不到的手艺织一些自己喜欢的漂亮的布，赚一点零用钱，做着做着也开心。而媳妇素华期待的则比较大一点，她希望能多角度地开发这些传统艺品的新用途。当他有比较大的市场管道之后，花园村的妇女们就不用每天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外头工作，也就能好好的照顾家事还有小孩。Thank you.
媳妇素华负责手工艺品的开发，而雅纪的大儿子阿俊则在山上找材料，寻求另外一种村民能在地就业的可能。辣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哈，这叫地标植物。地标植物就是，它刚刚不也讲过哈，它的花应该是紫色的。那它，你看这个地哈，就是，它是如果是紫色的话，这个地表示很肥。你要买地就看这个，地很肥，你以后种的东西都长得很好。这是这个台风草。台风草。嘿。怎么？为什么叫这个？你注意看这个哈，它这个也，你说它也蛮准，它有一个段纹，有没有？这样，表示今年会有一个台风。哦。嘿，而且这台风不会很大。哦。它越靠近这边越大，越尾巴就是台风越小这样子。我们就这样看呢。阿俊曾经在省政府原住民的青年记忆研习中心受训过，这些野生植物对他来说更是耳熟能详，因为从小不管吃的、用的、玩的，就是这些长自地上的东西。熟悉这些植物的实用性，加上学理的应用，他现在正培植台湾独有的爱玉子、土肉桂，以及其他像石珠玉、洋奶树等等本地的植物。慢慢的，也将成立种苗班，将这些东西推广出去，让花园村有另外一条新的农业出路。爱玉子价格很稳定，再加上就是说外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跟外国竞争，我们可以外销。原住民什么都没有，就地很多，地好好利用的话，应该是在山上就够了，不必再老远的跑到平地去打拼这样子。那我希望说，这个东西要能够让我们原住民就地就业。白天过去了。又是另一个晚上的开始。这个夜晚，村子里的节目是大坝妇女联盟的另外一个活动——舞蹈研习。虽然同样是学习，但气氛可比烹饪班轻松愉快多了。我跳的是妞妞舞。哎，那是困难的。跳一段吧，预备。问他们说，学会了舞蹈，是不是以后有人上山来的时候就多了一个节目？然而才一开口问，就忽然觉得自己轻佻。这样轻佻，或许是一直觉得花园村的朋友们乐观而努力的近乎天真吧。更或许是自己忘了莱萨先前告诉我们的话，说不管未来如何，至少这样的计划让大家有一个新的生活目标。至于那么热情的投入跟乐观的期待，似乎是让习惯要求政府、要求别人给予助力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于是才会有那么轻佻的心理吧。我承认我是的，而你呢？离开花园村，有时候你低头想一想，当然比较悲观的就是说，会疑惑。他们这样的努力到最后会得到什么结果？当然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加定论的。不过如果纯以一种观察者的角色来看的话，套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名词，就是花园村不断在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建设，好像也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化建设。但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好像非常自主性的。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有人逐渐的希望从内在的一个村子里面的形成过程，或者特有的文化或者生活方式去做一种记录，或者去了解它。这一点好像即便是活在平地的汉民族们，好像也很少花这样的心机去做，去重新了解属于自己的这个族群的生命，或者属于这个族群或者村镇的共同记忆。不过这一点努力到和现在文建会所做的某些东西是不谋而合的。对不起，为自己的国语跟各位道歉。
好像文建会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展一种运动，就是希望全民写历史。所谓全民写历史，就是说希望透过全民对你所居住的环境，你这个村镇有什么共同记忆或者特殊文化，希望透过一种民间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地方。或许这样不但可以把属于一个村镇的真正的力气，或者真正的一种可以让人彼此之间更了解或者更融洽的一种共同东西给彰显出来，可以避开官方的角度，可以避开一种属于教育课本的那种角度来。广告过后，我们要看的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者，一位建筑师，他一直认为写村镇的历史，或者重新去看待这个村镇的生活面的内在的东西，就是建筑本身。广告过后，我们来看陈板先生。刚开始比较是属于说啊，他地方上面有什么事情呢？历史有记载嘛，有明文规定啊，我就把它重复的把它记录下来，把实证把它填上去。慢慢发现说，地方上面有很多的人呢，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尤其是底层的人。因为我们发现说，这些底层的人呢，是让他们开始说出一套不一样的六家史。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不一样的六家史呢，它是让最后发现它才是真正丰富了六家的主要的关键。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你当初是练建筑嘛？对，那怎么一个机缘，怎么回来落到一个东西是替一个村镇写历史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建筑啊，是建筑。对 ，OK， 蛮好的角度。阿拉光看吧，讲讲看吧。我在念建筑，我自己觉得建筑除了是盖房子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建筑物里面要干什么？因为有里面那样一个内在，才会显现出建筑物的外在。所以那个造型不能说是靠外在的设计可以把人的这个内部把它挖掘出来。那我是觉得台湾过去呢建筑会丑有两个原因呢。一个建筑师蛮烂的哈。那一个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建筑师会这样讲。这是事实，这是事实。第二个是这个业主太糟糕了。也就是说主人自己太烂了。两个都烂啊。那主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说我请建筑师你帮我设计好了。建筑师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告诉我啊。他说全权处理。那怎么建筑师怎么可能会了解主人到底要想什么？因为主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也不知道他的环境。他也不了解他的历史。他也不知道他家族的需要。可是当他说让你全权处理的时候，你不是更有很多更多的自由空间可以发挥吗？那就等于是会让主人所有的文化的脉络都消失了。就是这样子的建筑师本身的东西，就变成建筑师建筑，而不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重新去审视一个村镇的背后的东西，事实上也是建筑师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工作了。OK， 所以你才会挑回去这个庄。那六家庄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现在我的家乡哈。那我已经住了20多年了。那原来是我妈妈的故乡，她出生之地。所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说 ，OK， 我应该去回去去看那个东西？我在这个地方住了10年之后，我开始有机会做全台湾的一些人文的观察，以客家为主的人文的观察，然后这个做了之后呢，又做了隔了3-5年，觉得说我有机会做了全台湾的研究，啊，做了全台湾观察，甚至做了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运动、客家运动，啊，自己家乡没有做，刚开始是看不懂自己家乡的好在哪里了。当我看了台湾之后，也慢慢知道家乡有的地方是好的。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做。
那你会觉得说，如果去整理出一个，比如说一个小乡小镇的那种，类似说你讲的是风土志嘛，哈。对。那在这个过程中，通常是需要一个外在的社会知识、信念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对。OK， 那比方说卡曾、哎，乐家庄这些人，他们自己的参与度到底怎么样？乡下的人，全台湾都一样，是被动员的过程，也就是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了解这个需要之后呢。进行回乡或是到乡下去动员，那我的状况也是一样，我花了前后大概5-6年的时间呢，在这个地方，啊，刚开始比较是像是说我用我的角度，去看到很多的这个资料，把它整理之后呢，告诉地方说，哎，有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也做一些访问，一开始就有做访问了，啊，可是慢慢的我发现说，甚至可以更多的，啊，就是说即使是地方的老百姓说的事情呢。跟历史记载是有误有差距的，我都觉得那是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过程了。刚开始比较是属于说啊，他地方上面有什么事情呢？历史有记载嘛，有明文规定啊，我就把它重复的把它记录下来，把实证把它填上去，慢慢发现说，地方上面有很多的人呢，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尤其是。过去呢比较是属于地主型的历史，这个地方历史谁说的呢？地主。以及地主的家族的士绅、读书人，读书人都是有钱人，他们来讲嘛，对他们说的，对，就像他一个国家历史通常是统治者写的史官，对，那现在呢，我慢慢觉得说，我这边很可以，甚至封面开始，我觉得就挑一些底层的人，因为我们发现说这些底层的人呢，实际上他们开始说出一套不一样的六家史，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不一样的六家史呢，它事实上最后发现它才是真正丰富了六家的主要的关键，那你我觉得就5-6年的工作对不对哈？那下来可能是一本这样的书，我想把它写成书，事实上不是你最后的目的嘛。我也没有想过要写书啊。哦，你只是个过程，一直做最后说，哎，大概可以做这个。OK， 那现在已经变成一本书了，你都会希我像我个人会觉得说，这本书你如果拿给廖家庄的人，他可能就要让你自己看嘛，要看一看这个没。但是问题是，他既然是一个书，他应该是有更多的人去看。对，所以我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之前我就问你说，啊，比如说文件会提供一个企划的经费，或是干嘛？可他最后有没有延续说这本书到底有这么好的资料已经收集出来、整理出来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跟你期待的呢？我想，这个出来反而是我在做往后工作的基础。因为往后呢，像现在呢。不是文件会，反而是台湾省政府的文化处。最后最新的机构和最末代的机构了，台湾省政府文化处嘛，他们反而是开始做一个工作，叫做大家来写村史。那这个案子这个地方呢，刚好就是其中一个点。我会选择这个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个人的行为，现在呢是进一步的，我们把这种个人行为当作一种基础。希望地方上面呢更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刚刚说的大家来写。OK， 所以刚刚讲你说大家嘛，哈，就是说，也许我们常常心胸比较狭小，或者那种比较容易猜疑，对不对？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一个人，对不对？你希望这个大家到底是谁？因为我们知道不一定每个村镇都有一个像你这样可以回到原先的地方嘛。对。但很多村镇它可能形成一种，有一群人去包了。你懂什么？就是说我可能这个我们非常了解。事实上有这种专业的包商啊。他当然，他包的不是村史了，他包的是乡志啦、镇志啦、市志这种层次的，一包200万、300万，负责写一本封面一精装的封面的，然后一个什么某个地方志，很多。当然最近也很多人检讨说这样的方式对不对？也许只是为了要让预算能够执行，或者说只是为了让某一个乡镇长他能够做他的一个文化政绩吧。对，说不定另外一个镇长出来的时候，他又另外来一本，有可能，又他的确也有可能，的确有可能。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的事情呢，我们不是站在说要写历史的这个身份，而是说，说实话是为了社区的重建。六家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是说我要写这个地方，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名望，跟不是，而是说，我这个为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六家即将会被高铁的这个计划呢所摧毁。以后高铁来到这边之后呢，300多公顷的这个土地呢，将会把这个地表呢全部铲平。像现在今年开始要实行乡土教育，那个没有乡土的这个乡土教育，我不知道怎么做。在某个角度而言，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切下去，希望这个地方的这个六家的国中啊、六家国小，他们能够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继续努力吧。是，谢谢。好，那你下一步呢？下一步啊，
我没有做这种人生规划了，这是做一步算一步。跟我一样，我也一样。因为目前只是说，我们都是被这个社会推着走了，每天就是，哦，今天要做这个事情，要继续在写春史，然后继续要让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社区的好的未来，不要让我们小孩子走到马路上被车子撞死，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那个家乡有没有有一条人行道，这是我一个梦想。我们乡下没有人行道，台北市很多人行道，大家知道。对，我家那边呢，每天科学园区车子有没有塞满了那条路，小孩子没地方走路。对，我知道，老人家不敢过街，一直在发生嘛。瑞清最近不是发生那个，所以我的梦想是我们那边有一条人行道。OK， 好，这么小的愿望，其实能够一个很小的愿望去达成也是蛮好的，因为才是黑暗我们可以掌控嘛。我不希望我的家乡会变成一个什么多大的东西，那我可能没办法掌控。OK， 希望我们每天都能从零开始。谢谢，多谢多谢。台湾人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我想陈板先生刚离开摄影棚不久，不晓得现在坐在电视机前面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恍然大悟，说原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此刻应该马上去把自己丢在那样的工作范畴里面。我也这么想，不过我想想一想，当电视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又忘记了。我也这么想，但是对我来讲去做好像蛮难的，因为属于自己出生的那个村镇现在已经全部不在了，很会讲故事的某些老人家也不在了，所有的整个村镇的起源的传奇或者传说或者是那种悲怆的生活经验好像都只存在这样的脑子里面。我想想，如果要写一份属于自己生长地方的历史，最快的方法大概口述吧。不过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从小就会听属于这个村镇的形成过程，然后牢牢记在脑筋里面。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就像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的，好想从一个地名去追溯这个属于村庄的历史。常常觉得念历史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考试，虽然现在大多数人念历史是为了考试，念历史好像希望去了解彼此属于彼此的一种生命的起源，让自己跟别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更浓密。另外是避免整个历史所曾经犯下的错误。好，从这两个角度念历史才有其意义。如果我们把角度面拉到属于自己的村镇的时候，我想或许会让同时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的情感更浓烈吧。而这是台湾目前最需要的。这节目播出的时候好像应该是选战最激烈的时候吧。我常常觉得其实台湾是大家的生命共同体，好像没什么好争论的，但一到选举季节开始的时候，族群省级很多东西的话题好像都变成一种对立状态。希望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都期待有候选人能够提供属于那个村镇的共同历史。我所许下的部分，在许下的那种诺言，应该是如何在不同的族群以共同的情感为这样的生长的地方啊共同奋斗。这样好像就不必在已然在这个土地活了这么久的时候，还要每天好像喊口号似的寻找一个主题，喊台湾优先，台湾第一。我觉得台湾没有什么优先，台湾没有什么第一的，台湾就是我们自己。除了不把心或是不把自己的生活面寄托在这个地方的人之外，好像我们应该问一下，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到哪里去。好像不应该这么严肃，怎么又严肃起来了？前一阵子在答应朋友说，在节目结束的时候绝对要开开心心的，不能那么沉重，这样所以是不是应该唱一首歌？有人在遮耳朵了。
算了，下个礼拜再唱吧。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如果你想听我唱歌的话。